怎么样了，厅长？啊，怎么来了？哎，送的及时，大夫说手术还能接着，看治疗情况是吧？哎，你说这个自个儿手吃饭的人，他怎么不冲动啊？像那年冬天的风在清晨拍打着你的窗，解决这个问题是吧？你要这样来解决，是否忘记都能解决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淹没的坐下，咱慢慢说啊。还会在月亮升起的夜晚响在你耳中，你是否听说过生命就像是一场人生，跑终点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已没有归程。你是否记得在街角最后的相拥，多年以后才想起我们竟没有说声珍重。无所谓春夏啊，无所谓秋冬，这吧就一路前行，无所谓青春啊，不过是懵懂，你长大了吧就不会再疼，是一场宿醉吗，怎么能成空，你还活着吧就让它随风，未来在哪里啊，从来不是梦，你长大了吗就继续前行。
能成功。还活着吧，就让它随风。未来在哪里呀？从来不是梦。你长大了吗？就继续前行。你是否听到过岁月匆匆的脚步声？像那年冬天的风，在清晨拍打着你的窗帘。你是否忘记被岁月淹没的哭泣声？还会在月亮升起的夜晚，想在你耳中。马强，马强，给刘师傅啊。咱刘总，这比嫂子住院费，行，大哥，谢谢。咱比嫂子先做手术，做完手术以后再说一码事啊。啊，行行行吧，行，大哥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是最高法院执行局吗？啊，执行主义中心啊，对。他暗号647的，行的，马强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好了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可以办了，走走。大夫。手术怎么样啊？手术很成功，谢谢啊，辛苦你们了。原来他有空吗？
世界照亮了，你听的夜莺在歌唱，在寂寞天边多美啊！你看的烟花绽放了，你听的夜莺在歌唱，你看的人们都笑。所以后来我笑了，Oh,